近日有网友爆料，40岁的章子怡已在美国顺利生下二胎儿子，并称她怀孕期间所有服务人员都签了保密协议。有媒体和章子怡工作室求证，对方回应称艺人的私事不太清楚。此前章子怡曾多次被拍到小腹微凸，疑似怀孕。非凡娱乐实时。